地，新进新轨迹，提醒您下一节更精彩。加油！冲啊！好，哇！哇！哎呦！向前跳下去！哦！和尚当中的文艺兵。在水一快点！哦，向前。他们都是我们这个人体铜像艺术的表演者。哇，天哪，他已经把我们的垫子染黑了。稳住，稳住。哎呦，哎呦，就这样落水了吗？咬他！咬他！哎，慢慢咬他！哇，准备起跳！哎哎，熊姐有机会，还有机会。哈哈，不要再跑过去。喂，周伟新先生。哇，你好，你好。一步，非常棒。欢迎各位收看中国最活最热的美籍新晋 TNT 挚友大冲关，所有朋友们，我是李瑞，欢迎大家。哇，好，我是谭谭谭天心。嘿，大家好，我是老薛老师 KK。嗨，大家好，我是资深阳光光光可爱老美老美的张丽颖。没错，同时我不知道你坐在家里的沙发上还是不是能够坐得住，是不是可以像他们一样快乐来到我们这里，对不对？没错，来到我们这里，大冲关从短袖组织到了长袖，从长裤组织到了短裤，都是因为有你坐在电视机前面，跟我们全家一起开心。所有快乐的朋友们，挚友大冲关，冒险大挑战。如果你当初没有听过张帝问答的话，没有关系，因为今天呢还有杰哥也来喽。杰哥为什么会来参加这种大冲关？那么接下来我就用一首歌来回答您的问题，来吧，掌声给我支持一下，有吗？中央卫视创办的这个大冲关栏目有意义，而且还有很多礼品送给你。希望我们所有的人民看到这个节目都能够哦永远来到这里。希望湖南的卫视越办越红火的。湖南卫视，我永远的爱着你。啊，真的好棒啊！湖南卫视怎样？跟你比如何？给我们的惊喜，唱的实在是我们这儿最好的。哎呀，真的很棒哎！但是阿东也很厉害啊，我们要来洗耳恭听啊，看听听阿东的歌声怎么样啊？来。有顿时觉得这个话筒在他手里变成了甜筒。唱歌的时候，他不仅是声音出来是这样的，然后包括那种神韵和感觉都像。作为一个看上去这么有男子汉气概的一个爷们，能他能唱出这种感觉的女生的歌，非常不容易。怎么练的？因为我的母亲呢唱青衣的，我的父亲呢唱花旦的，从小培养出来的。怪不得！哎，加油，来两位，红线。跳起来，阿东！哇，厉害！加油，加油！就像李玉刚那样，歌声唱特别好，假声特别好听。快一点，哇，跳不起！哇，阿东选择了飞檐走壁。那就是落水，是不是？加油！出发了 ！Let's go！ 起跳，阿杰！哎，其实那种极致问答唱歌真的很炫。那你会不会？阿杰，阿杰，英雄豪杰。啊，好吧，所以我就拿你了，你的水平也就基本这样。阿杰来到只有大冲关，他能冲过第一关啊！现在你必须反转起来呀、啊，你必须向前冲。来，勇敢一点。好的，好，再一个蓝垫子，向前一跃，非常好。阿东来，不行嘞。那哎，你为什么总是背对着镜头？喜欢哦，因为你的后脑长长得好看。是，哇，好有心机啊。我把我最漂亮的一面展现给大家，就是被平底锅拍完的头。不是，那是被偷拍过的平底锅了。嘿，
来，抓紧。若你能过第四关，你就拿1200元。哎，这不错，聪明哦，学得很快，真替肥妈高兴。哇！天哪！现在听我的口令，汽车人变形！哇！哇！现在汽车人变成了几位大侠士，请问你是什么侠？我是绿面侠。绿面侠，你呢？黄昏侠。来，我蝙蝠侠。来来。我是虾虾侠。你呢？绿面侠，白长风，勇往直前，冲前冲。我是左手侠。来个最囧的表情。耶！加油，冲关不囧哦！出发了，三二一，加油！要好，囧九侠，你不囧？不囧不囧！哎呀哎，真的很囧哎！真的是，要有多囧？哇，你好了解你自己哦，真的很囧。不囧就不叫囧九侠了吗？出发啦！跳起来！哇！哇，一字马。好，小心啊！稳住稳住！双面旋转床。哎呀，有点晚了，哇，速度很快，哎，来来，速度很快，一鼓作气，哇，过得是非常顺利。很多人呢，在国际三关的时候都没有掌握真正的技巧，是一定要有速度，就是一口气跑过去，不要停，不要观赏两边的风景。这一关的窍门就是让你转到第一个，往下这个时候抓紧。脚返回登对，就这太聪明了，来跳起来，哇塞，哇，非常的好，几乎没有浪费任何体力，对，没有浪费体力，闯过了前四关，时间现在到第五关就看你的了，冲击第五关，哇，他一看是我们大冲关的忠实粉丝啊，他的过关技巧还是有的，就是借助身体的惯性，对，就这样。虽然我们经常说啊，就一个手换一个手这样抓是最好的，但是因为会确实会有滑，大家有担心会脱手，所以还是以保险的方式。是，哇，他过来了 ，GG。过来就迎接他，大冲关，超台的位置，这是你的。非常好，恭喜你，现在就是1800的奖品。这个时候来到第六关，这里依然有清凉的湖水，把拍打你的身体，让我们知道你是谁，让我们记住你的名字，让所有人看到你冲上高台，最炫酷帅的样子。冲上来，最后只要坚持两步，一步，非常好，耶耶，旁边的兄弟们，你们加油！哎，恭喜你，非常恭喜你，恭喜你，把我的奖金邓佳伟的美丽请你接你来，恭喜。杰西给你介绍一下呀，我们这个湖南省曲协副主席，也是我们全国相声小品大赛金奖获得者周伟星先生。哇，大家好，大家好，你们好，老师好。我们就不问年年都问那个问题，年龄有多大了，好不好？好好，哎，今年今年，你别问了，还是问出来。开玩笑啊，大家要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星爷的小孙女儿。哇，外孙女儿，对不对？现在我看到在赛道上面看到星爷和他的可爱的外孙女儿，现在在场上面其乐融融，真的是快乐的一家人。接下来我们每一个经过他们这个关卡的美女都要经过他们的攻击哦，小朋友加油啦！这美女过来以后，首先轻的我是用这个水来泼，重的可以用我的外孙女用枪来打，是正是不行的话，我这里还有水，还有桶来直接，看没有，准备好换马过来。好，接下来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了，加油了，来加油！好，准备起跳！啊，星爷，好了，星爷，做好准备了。我相信你不会对他手下留情的。加油！他来了，他来了，快！耶、啊！哇！哇！哇，凉了一瓢水呀、啊！哈哈哈周爷爷，你是好样的。周爷爷，还有星爷，真的好忙啊！他直接拎着桶过去。哦。我觉得我还是太心慈手软了。你真的太手软了，我要帮忙。加油！闯过这一关，闯过第二关。准备起跳。来喽！好的，来。好了，等待小朋友来了，咳嗽来了，来用水泼他。领导你的身体。快快快来了！小朋友这一瓢水好准呐、啊，只得一坨。
哇你太坏了，所以你让我感动，你快走啊，他居然还这么说，这不容易。周爷爷，这个女生我恨你一辈子，我跟你讲她会恨你一辈子，真的勇敢一点，来幸运五连环，哇小心啊，哎哎呀，哇还是吓死了，解脱是共情人，这是个错。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湖大和师大的都被称为叫做没有围墙的大学，是不是？是的，是。可以说长久以来的为我们这个国家呀输送了无数的人才，是不是？是。哎，是了。所以呢，今天我们两个大学的学子在这里面要进场一场友谊 PK 赛。接下来呢，我会看到我们这个师大的同学呢会从第四关面向我们第一关来跑。双方队员呢，如果在中间的环节相遇可以击掌的话呢，就两个人呢都可以得到我们第三关的奖品。好，三二一，小大为三，出发，我们从高到低比较容易，但这个轮子到那个轮子是从低到高。我们看一下，他如果到第二个轮子，怎么样上那个高台呢？哎，小静，我们湖大的学生同学，好的，怎么样？没错，要跳过去，到另一个轮子上跳过去，跳，跳过去，抓住，快。师大的同学也落伍了，走了，齐叔要在第三关的时候等待着师大同学来出手，稳住稳住，这个时候不要纠缠太久在第一个转盘上，好，稳住啊，到第二关跳到第二个，抓紧，好的好的，用最快的速度，最快的速度跑过去，好，快点，你过去就可以回去了。好，给学生湖大转盘上相遇，可以在转盘上相遇。湖大的学生，这个时候全靠你了，请击掌，耶，耶，为了湖大还有我们师大的荣誉，为了你们的友谊，出发，出发 ，Go， 上。第三位同学，可以请求前两位同学的经验教训，在最短最快的时间之内通过第四关，来等待湖大同学来给你回合，好快吧，好样的，好，快一点，非常好，他们再次汇合，为了成功，好的，在这里呢，我们要送给这两队来自师大湖大同学们获得了美的星际实验机主动带下去800元奖品，一共有4个，送给你们。美的新进新东西，提醒您下一节更精彩。准备起跳，哎呀，这样不行啊！小心啊！哦，球水有机会，还有机会，花奖金了啊！太帅了，太帅了！哇！哈日哈韩呐、啊，早就奥特曼了。只要对又哦，嘿嘿，如果我是你的话，哦，跑起来！我教你们一个方法，把它拖到自己这边，咬它！哎，慢慢逼着它！哇！欢迎我们的湖北小姐们再次来到我们十五大组观众，来看看我们这一队，他们是有魔力的哦，来看看你们叫什么队，双无敌队，你的口号是青春不离席，创意最无敌，湖北小姐加油，青春当然是无敌了，可是青春也是有极限的嘛，来看看我们这一组叫什么，魔力无限队，魔力无限队最厉害的口号是什么，魔力最鲜艳，永远无极限，湖北小姐加油，谢谢谢谢，是，然后加油了，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今天还会有一个 X-Man 先生，如果哪个队处于劣势的话，他将会发挥出他侠肝义胆的勋章、哦、来掌声欢迎 X-Man、哦、今天的 X-Man 很厉害啊，我们就看着来发挥啊OK， 没有最弱，只有更弱，再来一次了， Just go， 好棒，准备起跳，小心啊，好，很艰难的加油，第二关向前跑，
要一鼓作气，快跑，向前跑。好的。KK， 我们俩的组合名字已经成立了，叫破锣组合。我本来不应该在这个组合里面的。最快的速度，把鞋底跑红。鞋底跑红是什么速度啊？哇哇哇哇！非常好，来 KK， 你准备给大家表演一个鞋底跑红。不然你要要了我的命算了。怎么可能啊？我只能一分钟变帅哥。让大家见笑了。一分钟变肉松。对不起大家了。来加油！大冲关真的是太费嗓子了。向前。跳大姐、啊、哦，没事，即使落关呢，还是有三分的积分。是，哇，没有抓紧。加油加油！我去了，我去了。哎，你放心的去吧。OK 的 ，OK 的。你去了，希望你有去有回。来，哇哈，对，我们在高台 waiting for you， waiting for you， 来到高台啦，哦耶！特别想为他加油，但是喉咙已经受不了了。作为主持人，作为这个工作在进入当中关，让每一位观众付出我们最后一次的声音，来吧，加油，稳住，你很棒的，稳住啊，小心，好，非常 好，你每次看他们都很柔弱的感觉，但是其实每个人都要没错，转盘不多，只有五个，稳住，小心哦，哇，这第一个转盘就倒下了，很难，哇，哎呦。终于落水了，这是一个遗憾。加油！来吧，姐妹也在加加油。我给你们开了一个好头，所以你们一定要加油。好，加油啊！好，你的姐妹。哎，她平常，哎，你跟她平常是很好的朋友吗？我们都是战友，所以战友们冲啊！冲啊！好，就是男女朋友啊，是男女朋友有一见钟情，两个女生之间也有一见如故。是，那我们两个呢，老死不相往来。加油！好，加油！出发！我觉得你很勇敢哦。哟吼，姐妹出发了！好，你的姐妹站在高台，来给她加加油！张姐加油！我刚刚太挫了，你一定要给我们组争光、啊。是，刚才在第三关很害怕，对不对？是的，是的，是的。其实也没什么，真的没什么，就怕喝水，结果还是喝了一大口水。哇！喝饱了吗？饱了，真饱了。哎，青春无敌哥，活力无限，现在比分呢是4-3，所以活力无限。哎，加油啦！青春无敌队的最后一位啦，我会 hold 住的， hold 住好不好？加油，加油！美丽的时刻，加油！青春无敌飞起来！漂亮，漂亮！好，青春真是无敌的。想当年呢、啊，我17、18岁的时候，就大概就是20多年前嘛。啊，哎，那个时候真的，要现在的工作量，我肯定吃得消的，几天几夜不睡觉都没关系，只要吃饱饭就可以了。现在吃不消？现在不行了。哦，对。转过来，转过来，快跑！活力无限，让我们活力起来！哇，现在5-3领先。好。所以活力无限，还等什么呢？加油吧！赶快超过他们吧！是，我觉得也是。他一直在做那个我们的这个 X Man 的工作，我希望能够帮他们啊。就是啊，你跟他们说什么了？我们没有最弱，只有更弱，我们很弱的。哇，你如果没有发现，我已经把后衣服穿上了，因为这样就可以不被抓起来了。Yeah， 活力无限，最后一位美丽的女成员，要么出发啊 ！Yeah， 她真的够弱的。我觉得她就这样把我征服了，我就觉得特别棒。这个落水。好的，那么现在活力无限呢，以3-5的比分呢，暂时落后的青春无敌，所以也要帮谁呢？就是我们的活力无限。好，我们来看看 X Man 的出现会有活力无限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每次我们的美少女战士都是代表月亮惩罚别人，今天我们夜里不假面要代表什么呢？代表月亮来拯救他们，拯救他们。而且我们现在所有人都会特别感兴趣，就是我们这个夜里不假面大到底长什么样，真的感觉很帅的样子。哦，可以看一看吗？哇，天哪，好帅的，加油了，真的。原来夜里不假面摘下面具后是流川枫，好帅、啊！只要过三关，你就能够带领活力无限队反超了。我再一次声明，在进入当中的赛道上，不要找比我还帅的嘉宾或者是选手来，可以吗？那是不可能的，那好难哦。真的，跟你讲，找到一个这样跟我差不多帅的，太不容易了。来，我们现在呢，非常帅气的 X Man 呢，在帮活力无限队闯关。第三关如果过了的话，活力无限来帮他们加加油！活力无限，快一点！加油加油！加油
哦夜里无假面下去了，我他一听到你的那个加子刚一出来，他就落水。啊，青春无敌还有活力无限两队要进行最后的 PK， 石头剪刀布来决定胜负。三二一，开始！一二三，开始！一二三，哇！青春无敌取得最后的胜利，是恭喜你们获得由美的新体先进提供的价值8元的电器，一人一男，恭喜！开不开心？哎呀，这是哪个剧目？怎么把铜像都放在这里了？就是啊，这摆哪儿不行？怎么能摆到我们舞台上呢？啊，哎呀，你这别靠我你。哇，吓一跳！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都是我们这个人体铜像艺术的表演者，是不是？哇，他们很厉害啊！白哟，对，你脸抹黑也一样。其实就是他们很厉害，可以就是摆在我们这个各种艺术场馆当中，是的，包括公园里边的，待上这个几个小时，完全都可以一动不动，而且完全不用喝水，不用上厕所，有没有那么厉害？当然有，真的怎么样都不动吗？我跟你说，你不要说看，就是你去刻意干扰他，他们依然可以保持这种非常完美的造型。噔噔，哎，噔噔，哪个？那个耳朵，那个的，哎，看到没有？眼珠都不转一下，看到没有？我跟你说，发奖金来，发奖金了啊！他说多少？在夏天的时候呢，会非常的炎热，穿还要涂很多的那个油彩在脸上，对不对？也希望我所有的朋友能够支持他们，给他们尊重。谢谢各位，掌声送给各位。很尊敬你们，谢谢。飞哥，我知道怎么样看出破绽了。啊，怎样？请看。哎，其实这样也看不出来啊。很帅。其实全身上下真正只有一个地方可以看出来了。嗯，你看就是这里，看一双白袜子。来。出吧！其实我想大家都特别想知道他们落水之后会什么样子。哇，天哪，他已经把我们的垫子染黑了。哎，这不是刚刚我说的那个铜像意中人吗？是啊，他真的好像铜像，我们走路也不太方便。哎，你知道为什么走路不方便吗？啊，因为他浑身上的衣服啊，刷了油彩之后已经变得僵硬了。哦。所以其实他们穿着这样的一身衣服冲关起来很困难的。对的。哇，你看甩出一双鞋，一只铜鞋，那双也不要了。好，我看注意不要受伤啊。哇，微波炉，加油加油加油，快点我希望能够努力。哎呀，落水了落水了，收腿收腿收腿，哇，他手都是黑的，比我还黑。小心哦，稳住稳住，天哪，太帅了太帅了，哇，好厉害，铜像飞起来了，第一次看到铜像会飞耶。我要跟你比看谁更黑。他赢了，他的皮肤比你黑，里面就不知道了。他脱了衣服不一定比我黑，他的衣服很黑。啊，又脱了帽子，不环保啊！这样月湖里等你们冲完，会有好多鞋子，好多帽子。哇！现在见证他蜕变的时候到了，庐山真面目。这张脸一动不动，纹丝不动，就连他身后的这些智囊团也完全不动，来给他加个油呗！加油！哎呀，太喜人了！哎呀，那出发了啊！动起来啊！我觉得他现在脸上的表情好像是《植物大战僵尸》里边那一个。好，到第二关你要稳住，好，旋转双面床，找一个最好的时机，好，很顺利，幸运五连环，一气做成。加油！好，稳住稳住！哎呦，哎呦，就这样落水了吗？哎，这个是这样落水。哎，杰西，你在干嘛？有在笑啊！哎呀，今天来就是来放松一下嘛，对不对？没错，要开心哦。主要是过来拿奖的，拿奖来，第一个奖，加油！耶，出发了！哎，全黑了。Let's go， 出发！准备起跳，漂亮！又一双鞋子，这什么习惯？带着他都脱鞋，又要脱件衣服，减轻他们的阻力。我有预感，马上他要摘他的帽子。错了，哇，哎，这件衣服肯定特别有质感，而且很脆，就是硬邦邦的嘛。脆。你的袜子3个月不洗也是这样的。你立起来的，你有试过吗？
因为我以前就住校的时候，然后就有男同学的是那样，然后就是那样。天哪！对，跳过来，风干鞋子。有几位兄弟呢？已经在岸边等着他。好，兄弟在岸边等他们。给他加油！哎，他们好像已经掉色了。是，我要看他们卸了妆的样子。但是你不能掉色，你要坚持到最后。我在这看到岸边坐了一堆黑白无常，有没有？哦，白娘子传奇。对，真的是不是黑白无常？你看，转过来。哎，这肉是白的，肉是黄的嘞。那你不然嘞？哇，过来了。全身都是这种颜色。来了，来了第五关，一共有六个单杠。我们好希望你能上来，你要加油。哇，原来是人类。啊，你看他的衣服真的立起来了。加油，手上有油彩可能会打滑，是对于他来说比一般的选手还要更难。哇，他好强哦。刚才架势不错，再往前荡一下，你有机会的，相信自己。对，就这样，再坚持。哎，直接就是直接进游泳圈，你看好准。恭喜这位帅哥呢，获得了由美的新鲜机提供的价值1200元的奖品，也谢谢今天所有来到现场这些帅哥们给我们带来这样的非常有创意的艺术视觉盛宴。接下来我们请出了网络红人，被称为呢第一位进军娱乐圈的网络潮色，赤道君大师，有请。啊，两位主持人好。你好，你好。哎，真的有点像，四号像说他很是佛门谢霆锋。哎，你觉得我像吗？有一点，眼睛很漂亮。那能不能告诉我们，虽然在网络上那么红，您是真的是出家的吗？啊，对，我是佛门弟子。有12个戒八为证哦，而且我上过小天天哦。哦，说天天向上。对对 对, 对，没错。那参加了这么多的一个节目，作为出家人，您是怎么样来评价我们这种大冲关的？哎，其实我不是武僧，我是义僧。哎，所以我很少啊去体育运动，但是我觉得运动呢，这个智勇大冲关啊是一个特别好的节目。哦，而且让选手能够勇往直前，找到自己的自信。哎，所以我来呢也是为选手加油助威的。哎呦，太好了！来，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麻辣美女记者团来为我们的新歌来提问了。开始，好，有请第一位，义僧，哇，没错，这个是新歌啊，现在的定位，和尚当中的文艺兵，哦，啊，就是搞艺术工作的这个僧人，哦，谢谢大师。来，我看看第二位美女记者提问，来，哦，为什么老是在微博上发萌照？会不会太过于自恋呢？先来一个。耶，你觉得新歌萌不萌啊？萌，这个叫卖萌无罪，就是说你能够返老还童，我们叫返璞归真。是，不管你的年龄段是怎样的，嗯，啊，你有一个成熟的心，叫做事高调，做人低调。那么生活当中，我们要回归到本源，哎，童心未泯，哎，我们要是变得可爱、天真、浪漫。无暇，是，谢谢。哎，就像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做人要做真君子，不要做伪君子。来，我来看看第三位美女记者提问，来，哎，混搭，有的时候我的僧服啊会把它混搭一下，这样才到代表的一种潮流。哈日哈韩呢，早就奥特曼了。哎，好，我们再有一次卖个萌照，要不来给气。机缘不是等待，而是努力。我希望你在闯关的这条路上能够努力的爆发自己的这个张力啊，能够希望你得大奖。来吧，好，缘分是去努力哦，加油，跳起来。我去，好，要小心哦，到第二关。好，大胆一点，快跑，加油，来，等待机会。哇，这样不行。哎呦，天哪，现在跑过来了。哇，好，稳住了。观察一下五个转盘的转速方向是没有办法判定的，只要对又哦，其实已经很快了，就差一个转盘。有一禅语呢要送给你，有一种信仰叫做自信。好，我会加油的。好，加油，出发。记住，有一种信仰叫做自信，相信自己。小心，不错。哎，我觉得我们几个也应该问问大师啊，嗯，送我们一句话吧。
是不是？有什么适合我的？我先送你一句。像我这么帅，我先送你一句。KK， 回头是岸。我去哪了？我回头。小心。回头是岸，这样写的。回头是岸。在海门。小心啊！第三关，幸运五连环。好，起来。那个弹弹弹弹什么西？请替我们解。哇哦！落水了也是缘分，证明你和月湖水是有缘的。哎，又到了我们抢台争夺赛，接下来呢，大家看到在我身后呢，仍然有六个美女和两个帅哥在等待着挑战。那么他们一边呢是清凉口山糖，欢迎他们。哎呦，这个帅哥很高很帅，对不对？下次这么高的帅哥就不要叫来了嘛，比我还帅，讨厌了。那另外一边呢就是夏日抹抹茶，欢迎你们。对，如果谁把谁乘我们的漂流上，我弄到漂流板上推下去，那就取得了这一轮的胜利。那么就可以在接下来比赛当中，如果继续胜利的话，奖品升级。所以还等什么？比赛马上开始！耶！把它推下去，推到下去，推到下去！队员，哇哦！哇哦！嘿！我发现他们不是叫不出来，是把自己的队员叫到对方旁边来推。我教你们一个方法，把他拖到自己这边，把他拖过来，拖过来，快一点！不，快点，快点，快，快下去，队员拖过去。只要能够成功了，对方的队员推下去，推下去。好，现在怎么样？现在双方又消耗了场地，消耗了场地。黄方的队员可以顺利的留在下一波抹茶，我下去了，有一个哦，看看到底，哎，冲过去了，冲过去了，冲过去了，哇，冲过去了，快，我们另一方队员冲过去，好了，把只有两个人的这一队有一个男生，把他们推下去，三个人是可以战胜他的，三个人可以挠他，咬他，哎，慢慢逼上，哇，推下去。推下去，好，现在是好，看到一比一对决，继续推，继续推，到底谁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呢？谁先落水？哇，太大太大，哪一方输掉了？加油队，这也是一种方法，这也是一种方法，快点 ！Winner，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看到了吗？我们夏日抹抹茶最美丽的女生，哇塞的成功的把推下去了，为什么这么强啊？骄傲。Yeah, you are strong, you are the have the power. 没错，那么接下来告诉你们，如果接下来比赛当中你们仍然获得胜利，那么你们奖品就可以升级。刚才我看到在抢滩大战当中呢，我们这一队获得了全队的胜利啊，恭喜啊！来，我们夏日抹抹茶队再来一个有士气的口号：抹抹茶，喝一喝，我来跑，你要喝，耶！三行摇一摇，上赛道摇一摇。哇！为了要表示大家组织共同的心情，我们喊出共同的口号：三、二、一，我们也冷啊！好，准备起跳。太清凉了，他这是迫不及待，直接下去清凉了。告诉你，如果趴到垫子上，尽量把自己张成一个大字，这样的话就最大的阻力啊，来让自己不会下去，加油了。Let's go。好，给我们一个大，给我们一个大字，一分钟变大字。哎呀，他现在给自己很大的阻力啊，他一分钟变一字了。我会尽量努力的。笑容很可爱哦，笑容。Let's go。口香糖队出发啦，准备起跳！耶、yeah, ，最快的速度，再跑跑跑，可以了！最快的速度，往上跑，往上跑，是的。好，一鼓作气，准备。把速度加到最快，用最快的速度冲过去，相信我，一定没有最快最快。好，加油！可以，可以，跳！哎哎哎哎哎，哎，收住腿，收住腿，有机会，还有机会。哎，他是个大字，居然是脚。他落水的时候是个大字，你看，来大一个。哎，其实有没有看到，这就是刚才的泪王哎。啊，就是你 ，hold 住姐。来 ，hold 住 ，hold 住 ，hold 住，来加油！非常真性情的一个女孩子，加油 ！Let's go。不要扑，哎，可以，可以，可以。加油！哎，这个时候还等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 hold 住全场，嘿、hey ，冲向最高峰！哦耶！耶嘿！哇，刚才这个擂主真的很给力，你知道吗？是。
第三关，幸运五连环，是非常的幸运。可是，哇，坚持啊！哎，这想好像蒙面侠客，他闯关的时候多痛苦呢。往上，向前，向前，加油，向前！好的，没想到就是这个过关技巧，你懂的。这位擂主，我跟你讲啊，我这个嗓子已经喊哑了，是，然后口水也很干了，是，但是你只过了两个转盘，飞行了，飞，有没有蒙面侠的感觉？有，哎 ，girl come on come on okay come on girl okay。KK， 谢谢你的法语直播，谢谢。Yes， 谢谢布鲁克。How you can do it？ 谢谢布鲁克。How you can do it？ KK， 我很骄傲。快来，该看到怎么过关。擂主，到第二关。哎呀，这样不行啊！小心啊！哦，这个里面我们要恭喜夏日抹抹茶3-2领先。加油！加油！来，抓紧前面，出发喽 ！Just go！ 我见在其他队员在跑的时候，他一直都在非常冷静的在看。现在轮到他自己了，现在很有信心。KK， 这个舞台现在是你的了，尽情的表现 ，KK。Yo yo， come on come on， 勇敢一点，不要看跑过去。喂。请问你跑到哪里？你的巨人怎么会从这样一个特别不该掉下去的地方掉下去？有什么愿望？最后摔得美一点，摔得美一点，来抓紧了，来走 ，Go！ 哦，加油，摩托车，摩托车，好一只鹿，你就像那一把火，啪啪，熊熊火炬烧到了我，嘿，来等一下。哇，快一点跑，往上跑，再转身，哇，我怕来不及，我救不了你，因为你已经错过了最好过关的时机。哎，俊浩，你在骚扰，在后面在发功，你要怎样？你先把嘴掉下去，第一关就掉下去。来来来，加油，来，出发了，耶！这边的好队长，好帅气。KK， 这个舞台现在是你的，尽情表现。我跟你讲哦，这个口香队唐队的什么队长哦，真的很高很帅，有没有帅到？有。啊，帅我帅。帅。哇！你撒谎！天哪！你人我跟你讲啊，哎，哎妈呀，现在这个赛道我跟你讲啊，哎妈老快了，赶紧跑，你知道吗？还等啥呢 ？KK，使劲表现啊！表现最帅的一面。我一直都很帅。哟，队长，快来给队长加加油，来，加油，队长。你是不是很冷？是非常冷。清凉口香糖的队长，你还在等什么？还在犹豫什么？在高台有无数的美女在等着你，营救他们，帮助他们取得最后的胜利。嘿嘿，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不会落水。哎呀，前两个人他在这里呢，取得了6分的成绩，所以接下来我们的夏日抹抹茶。抹抹茶。好，要看到啊，刚刚真是你的功力虽到了他，这个刚才的一关很不该下去的又下去了，加油 ！Just go！ 耶！哎，我们的队员要不给队长来加加油呢？还有两关呢、哦，闯过两关，加油，他就可以帮你们取得胜利。是，哎 ，KK 这外套，你们在干嘛？坐在那里干嘛 ？KK 这外套刚才不是脱给美女了吗？是，你怎么又穿上了？特别的热，又还给我了。准备，快吧！跑起来！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告诉大家，在这个的比赛当中呢，获得最后的胜利就是我们的清凉口香糖。哦耶！哎，恭喜我们的清凉口香糖获得由美丽新米先机提供的价值800元的电器，一人一台，恭喜！请问这样的奖品最要感谢的是谁？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是最棒的。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特别感谢您支持我们智勇大众观众，同时要感谢美丽新奇实验机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谢谢，谢谢。我们要特别感谢这个 CBA 运动装备，终于起来了，提供了漂亮衣服，谢谢。Yeah, 同时还要谢谢我们的新锐外景，给我们分享漂亮的照片哦。Yeah, 真的谢谢所有快乐的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每个周日到每个周三每天晚上7:30就是我们最最快乐的智勇大众观冒险大挑战。
要摔过来，飞飞飞飞，哎呀，飞起来了，漂亮，哎呀，哇哇哇，运动员啊，不是一般的，哎呀，我做，哎呀，200。